everyone， 我是鱼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你们可以看到，现在鱼月是戴着海军帽，第一次要参加台中的彩虹游行，其实蛮兴奋的。那今天呢，大爷他们都没有跟来，是我一个人偷偷的跑来台中彩虹游行。OK， 那因为之前有一个影片想要发布，那是我参加那个台北彩虹游行的影片。不过这次蛮特别的，这次是想说一个人来，没有跟团队一起来。那这一次有盛装打扮一下，你们可以看到鱼月这一次的造型啊，是蛮特别的，是算是一个小小的海军吧。好啦，是水手，小小的水手造型。那之前有参加那个台北的彩虹游行，这次我们台中自己的主场，当然是要来捧场一下啦。那喜欢鱼月频道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一次台中彩虹游行。不过今天天气真的还不错，我们的那个台中火车站前面的广场就是我们这一次台中彩虹游行的主要的场地。好，那因为等一下要过马路，这里人车蛮多的，所以鱼月可能没办法跟大家讲太多话，那我们就拭目以待。这次也是有很多的朋友邀请鱼月参加这次的台中彩虹游行啊，不过第一次参加台中场的，那我们就去看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吧。好，那我们的台中彩虹游行的广场在前面，那我们话不多说，待会广场见咯。鱼月要顺利的过马路了，那我们这次台中场的彩虹游行，希望人数可以突破30,000。还好鱼月上次有参加台北场的经验，所以这一次的话就是难得来参加台中。哇，鱼月现在看过去啊，你们可以看一下广场后面的人真的是超多的。好，那鱼月今天有跟朋友约，那我们就去寻找一下我们的朋友到底是在哪一个方向，希望他们会认得我。因为这次鱼月的造型蛮特别的，是小小的水手。好，那我的趴呢，他们应该是在正前方某一个地方等待我们。那鱼月话不多说，出发吧。难得有参加台中场的，不过人潮真的是比想象中的还要多啊。鱼月是蛮兴奋啦，因为这一次有盛装打扮，不过台北场我打扮的真的是比较妖艳，谁敢给我说妖艳的，不是妖艳，这一次是比较小小的性感，不过没有裸露啦，因为毕竟被自己台中的亲戚看到也蛮害羞的。好，那我们来寻找我们的 partner， 他们今天会在哪一个方位呢？鱼月觉得大家都是满心期待了，听说是1点还是2点开始吧，所以我们这一次要去寻找我们的 partner， let's go。 鱼月现在的目的呢，就是寻找他们的存在。哇，这么多人，鱼月要从何找起呀？那我们的 partner 应该是会认得我吧，我故意戴了墨镜不要让他们认得我。好啦，鱼月心机有一点重。游行的路线应该是从这边开始出发吧，还是他们这一次没有走，只有在这个广场，我也不太清楚。之前参加台北场的话是有分3个路线，那鱼月是跟着我们那个大爷他们一起走，不过这一次真的人潮应该是不会输往年吧，去年应该是20,000多，今年应该会突破30,000。那鱼月就是先认真找我的伙伴，希望我的伙伴可以看到我在哪边，我故意来广场这边给他们相认。目前他们应该是有密我了，不过我没有回他们讯息。那鱼月莫紧张莫慌，我们赶快去找吧。
好，那喜欢鱼儿频道的观众，这一次真的是超幸运的，我们有来台中场这边参加彩虹游行。那朋友们不知道会出现在哪边，我们赶快去找寻他们的存在。那鱼儿呢，会不会被认出来也不太清楚，我们就赶快跟他们相认，因为朋友他们应该是会在一些热闹的地方吧，也许他们正在我的后方，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赶快去看一下他们的存在。鱼儿这次蛮兴奋的啦，因为台中的朋友真的比较多，然后因为台北场的话它是主场，这次台中场真的是，你们可以看一下，表演艺人的位置是在我们的正后方。那鱼儿这一次呢，跟频道的观众说一下，去年的话是大概有20,000多人参加，不过这一次的话人不会少，这一次应该是可以顺利突破30,000。不过鱼儿的趴呢，不知道在哪里，我们赶快去找寻他们的存在，他们应该是在那个方位等我们，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 ，Let's go。喜欢鱼儿频道的观众不要错过喽，这一次鱼儿真的是满心期待这次台中场的演出，然后你也可以看一下台上的艺人，其实都在劲歌热舞。鱼儿，好，去找我们的趴了吧。不然找到来我们节目的观众应该都已经觉得很傻眼了。好，莫慌莫慌，他们人数应该是不会输我们，还好啦，鱼儿这次有带稳定器，可以跟大家说一下，那我们的 partner 应该是在那个方位吧，还是要跟他们说一下鱼儿现在到底是在哪个方位呢？有看到我 partner 的话请记得要跟鱼儿说一下哦。鱼儿没有惊喜的话，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去拿那个彩虹旗，那因为其实他这次活动蛮特别的。好，我们就去看一下那个发送那个彩虹旗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去拿一下他们彩虹的精美的小周边小物吧，蛮特别的，因为这次很多圈子的朋友都有来参加，而且大家几乎都是有盛装打扮。那鱼儿呢，当然是不要错过啦，我们一定要去找寻我们的，一定要去找寻我们的朋友。那他们的话应该是会在一些比较引人注目的方位。那鱼儿这次频道的话真的是超惊喜的，有来台中场的彩虹游行。好啦，频道的观众，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看一些比较奇特的啊，或者是比较新奇的，那这次你们大概都可以看到。好，我们去看一下有贩卖什么周边的小物，不过要跟大家说，因为鱼儿为了自身的安全，我只有带一个小小的手提。他们的话其实都有卖，像一些你看有彩虹伞啊，还是说彩虹旗帜啊，这边的话因为鱼儿很少会拿啦，也不太清楚他们贩售的价格到底是怎么样。那比较特别是有的人是会买那个彩虹的袜子，哇，还有彩虹的护腕。频道的观众你看，这是台北场鱼儿有拿的那个彩虹的，算是菜瓜布的彩虹的冰淇淋冰棒的造型，你们可以看一下。那鱼儿看一下他们这次的小旗帜会卖多少，因为鱼儿为了人身的安全，所以没有把金钱放在身上。好，那大爷他们会在什么方位呢？频道的观众随后，我们现在就是要看一下那彩虹旗大概价格是卖多少。那鱼儿只有带小零钱包出来，为了人身的安全。好，没关系，如果没有等一下我们再回车上拿吧，我们待会问一下他们彩虹旗的价格到底是多少。那频道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台中场彩虹游行。好，我们问一下咯。Hello， 你这个小旗子大概是卖多少？哦，他那个小旗子卖50。那鱼儿其实手上有很多东西，不过为了频道的观众，鱼儿还是买一个来试试看好了。那我买一个旗帜。好，鱼儿为了你们买了一个旗帜，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吗？你看这边，我拿给你。
那鱼也先付一下钱哦。好，等一下。因为刚刚有钱卡在里面。好，那鱼爷为了大家买了一个彩虹的旗帜。好，喜欢鱼爷频道的观众的朋友们，那我们待会就是要跟着大家的脚步，因为我不确定他们这一次台中彩虹游行的路线到底是走哪边。那活动是一点开始，不过我的 partner 目前呢，他们人究竟是在哪一个方位，鱼爷也没有找到。好，那鱼爷就先把自己的随身物品先放好，那你们就跟着我的脚步 Let's go 出发，去找寻我的 partner 他们吧。那鱼爷的 partner 应该是有在广场附近的，不过蛮特别的是，因为这次台中场不知道盛装打扮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待会游行的时候会跟大家介绍说这次我们游行的路线到底是走哪边，那大家都是走哪一个方位，我们就跟大家的脚步一起走。好，那鱼爷先要把自己的随身物品放好，那频道的观众们莫慌莫急，我们待会就是要跟大家的脚步。请摸下口罩，谢谢。认不出来吗？我跟你说，我现在走了半个小时，只有一个人。我也是一个，那怎么办？戴口罩怎么办？这一个。好，那频道的观众，鱼爷现在是已经把随身物品放好，我们就拿着我们的彩虹旗去跟我们的朋友们相认吧。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会在什么方位，那跟鱼爷的脚步一起去寻找。应该是要跟他们走同一个方向，因为他们这次彩虹游行应该是有路线的，不过路线究竟是从我们的麦当劳那个方向，还是走我们那个德安百货那边，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因为鱼爷是第一次参加台中场的彩虹游行，那这次刚好有盛装打扮，所以我的 partner 他们应该是会认得我究竟是在哪边。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次彩虹旗飘扬，鱼爷呢，鱼爷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一次的彩虹游行，那我们这一次频道的观众真的有福了。我们就去找寻一下我们的 partner 吧，因为他们其实会在蛮多个点设置一些摊位，所以会有很多的朋友，圈子的朋友们应该都是会争相要走某些路线，但是鱼爷现在不太清楚自己是要跟大家走哪一个方位，那没关系，鱼爷台中的熟人了，所以呢我们就跟大家的脚步去看一下这一次的彩虹游行的方位究竟是在哪一个方向。好，我的 partner 他们其实应该是在里面了啦，不过蛮幸运的是这一次鱼爷呢有参加台中场的彩虹游行，还好鱼爷很 lucky 这一次彩虹旗飘扬，我们在台中火车站前面广场这边，也许吧，也许那些朋友们他们其实都是已经在某一个定点等待了，那我们待会就是跟大家的脚步走一下台中彩虹游行的路线。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频道的观众我们出发去看一下我们这次彩虹游行的摊位有什么。那鱼爷其实很少会走摊位啦，不过为了频道的观众，我们就拭目以待，看一下这一次彩虹游行的摊位。好，那要跟频道的观众说一声，其实今天天气算不冷不热啦，人群的话当然会比较热一些，不过你们可以看一下天空，其实是有点阴阴的，我觉得天公作美。那这一次彩虹游行真的蛮特别，也有请到一些嘉宾，他们其实都也有参加。那鱼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很 lucky 可以参加这一次台中的彩虹游行，那我们还蛮 special 的，你们可以看一下，那频道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了。开始了好不好？你们应该都有听到声音，因为这是摇滚区的旁边。有爱无爱，
他们这一次蛮大手笔，就是有请到蛮大咖的艺人，像这一次的话有尤里嘉威，那这一位的话应该就是我们的温岚。而且我觉得主持人的造型也是蛮 special 的，不过因为大家都蛮安静的，因为舞台上是有艺人在准备要唱歌，你们可以看一下鱼的手指的这边，频道观众你没有看到吗？鱼的手指的这边，她应该是我们的女歌手温岚吧，因为她看起来就不像嘉威姐啊。废话，我在讲什么？而且主持人的造型真的是很适合台中彩虹游行的主题，你们可以看一下，也是很 special 的，不过被那个有胡子的大哥挡住。专辑，先说温岚有专业的芳疗执照，这个人就是为什么会那么厉害？没错，被鱼也猜对了，他就是我们的温岚姐，好闹哦。好啦 ，so special， 他等一下应该是要唱歌，那我们就去逛一下。我们这次利用大家都是停住的状态，我们赶快去逛一下我们这次的彩虹游行的摊位吧。Let's go。那频道观众出道的合唱歌曲，频道观众，一二三，我们的温岚姐要唱歌了。好，那频道观众记得哦，要订阅鱼儿的频道，以及按赞分享今天的影片。那我们等一下的话还有 Part 2彩虹游行的路线，那各位的频道观众不要错过，这一次我们有要拍一下我们温岚姐唱歌。不过鱼也现在是走到比较后面，我们看一下去前面能遇到我们的 partner 吗？还有我们去看一下温岚姐这次要唱什么歌。好，那频道观众就跟鱼也的脚步 Let's go 了。男主角是谁？是你啊。好，鱼也选了一个算还不错的方位给频道的观众看一下，后面那边就是我们的温岚姐啊。好，她等一下会唱歌。不然呢？那因为其实大家都很安静，原本想要带大家去看逛一下摊位。早上全以温岚，啊，不是，怎么不是跟我？主持人蛮搞笑的哦。来啊，我们还有三组哦，大家热烈一点好不好？我写给有一首歌，我写给我弟弟的，他答案是这样。等一下，一，一二三。天哪！我热到都觉得我都要唱声。不是吗？你唱这样？没听到答案，因为太远了。好。你要看对啊。好，那频道的观众，我们现在就去逛一下我们的摊位咯。那鱼眼呢，因为很少会逛彩虹游行的摊位，那就带大家去逛一下我们前面那边的摊位吧。因为刚其实我们有买到我们的彩虹琴，其实已经是蛮 lucky 了，不过这一次呢，我们就带大家去逛一下我们彩虹游行的摊位究竟是长什么样吧。不过其实大家都是蛮 special 的啦。好，那频道的观众我们就出发咯。前面那边的话其实都比较倾向于是我们办随身小物的部分啦，像刚刚鱼也买了这个彩虹，他们还有那一种比较 special 的，那这是看见台湾泛性恋的旗帜。那像其实他们周边其实都做得蛮好的，有一些是可能算是床上可以用的吗？哎，鱼儿怎么可以在频道讲这种话？好，那他们有一些摊位是某一些县市的主场的摊位，像这个是台南彩虹游行的，那这次的主题叫做有爱无爱。对，那他们其实是像卖一些比较特别的，你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像是有帆布袋啊，一些手提袋是彩虹游行造型，超特别，约也觉得很惊喜，因为算是第一次参加台中场的啦，台北场的人数一定是比较多，不过我觉得台中这个算是蛮温馨的。有吧，你们有看到那个
造型的布。那我们应该算是逆向走这个摊位，所以被人潮挤掉了。应该是要从前面那个方位，刚刚约买那个彩虹旗帜。好了，没关系。那带频道的观众，我们走另外一个路线过去，逛一下那边的摊位喽。还好今天大爷没有跟，不然跟随的话，哇塞！约这次就不用随性的拍了。你可以看一下，其实他们也有是有分区块的。那像有的地方就主要是鼠奴系列的，这边的话应该是他们集合的场地。那愉悦呢，这次想要去前面那个方位那边走，我们就顺着这个方向走那个摊位的。有有有，愉悦刚刚买那个彩虹旗帜的方向在后头那边，所以呢，跟着愉悦的脚步出发吧。那频道的观众呢，你们是不是就是很少会逛彩虹游行？因为其实会关注愉悦频道的观众其实算是蛮多圈子的。那这一次的话，第一次播台中彩虹游行，大家拭目以待咯。那我们就顺着他们的方位逛一下我们的摊位。那这边越后头，人潮其实也不会比前面还要少。那频道的观众，我们就佛系的走这个路线吧。那愉悦现在是没有看到我的 partner， 那我们去后头找一下他们。那我们待会再一起逛一下这个。那他们这边的话，其实有一个路线可以走，像大家都是顺着这个方位走这个摊位，那所以他们这边有做一个维护的动作，担心可能人潮真的爆满。那愉悦看一下他们这次的摊位有什么特别的吧。Hello， 频道观众，我们第一摊是我们的胖子手做甜点。哎，频道观众，后面那一位是老板。真是雄性的老板，对，是雄性老板。那所以是有老板还是老板娘吗？老板娘啊，是老板娘就是你咯。老板娘在这里，还好我没有乱说话，不然我等下就被赶出去了。莫慌莫慌，可以分享熊，可以分享熊，很会，不愧是老板娘。只有今天，所以我们11月28号去高雄。哦，你们还要去高雄唱？哇塞！我上次有去台北，人超多。我反而自己台中的场没有参加过。我是台中人，哇！那阿姐来啊，秋姐来啊，是不是挥舞挥舞？阿妈娘祝你生意兴隆。我想买，不过我没有带那个钱，因为我怕我乱丢会被人家拿走。对啊，晚晚一点如果有去车上，我再拿钱来高官一下。祝他们生意兴隆。如果你们有来这边，记得频道观众不要来捧场。50号有看到吗？这里有一个标志，我砸喝。OK， 谢谢，拜拜。哇，我们的第一摊是老板跟老板娘的胖子手做甜点。我觉得老板很直接，他就写叫胖子手做甜点。那刚刚第二摊就是愉悦买彩虹旗的摊位咯。嗨，哇，你们是一起来参加台中人？哇，台中人一起来参加。那我是约爱高潮频道的，你们想要看到自己路径可以去搜寻我的频道。好，要订阅，对不对？对，要订阅，按赞分享。你看他们真的是内行人耶。谢谢。那你们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难得可以在我的频道路径耶。你们是朋友吗？还是说有伴侣呢？没关系，就照实讲，不要为了节目的收视率的。我们是朋友。当然是可以啊，我今天也是有跟我朋友，因为我的伴侣现在是出差中，所以我自己一个人来逛。你是台中人？对，我是台中丰原人。所以你们也是台中人。刚刚有讲你们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高三生。哇，想当初高三的时候我还躲在角落哭泣呢。没有啦，没那么夸张啦。好啊，祝福他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不管是男生女生。这次的主题是什么？爱，有爱无爱。没错，爱那句话喊得很大声。 OK， 要订阅，对不对？没错，要签名的，要分享。没错，耶、yeah!
三位美女，祝你们幸福 ，High Five！ 谁要先？好，你先了。OK， 摸到我的手，都会找到真爱哦。OK，Let's go， 拜拜！祝你们今天玩得愉快。哇哦，今天来跟鱼儿打招呼的观众真的是还蛮 special 的，帅哥美女超多。好，鱼儿来到台中场，台中彩虹游行，记得喜欢鱼儿频道的观众不要错过了。那我们第三摊当然不要错过啊，刚刚第二摊有介绍过，就是鱼儿买彩虹旗的摊位。那再来这个还不错，这算是绿色和平基金会。其实有蛮多的基金会啊，还是一些公益团体，其实都蛮支持的，支持我们那个婚姻平权。但台湾婚姻平权已经通过了，大家都可以结婚。我们来一下绿色和平基金会的摊位，这是我们的小天使 ，Hello！ 你们这边的摊位主要是在介绍环境议题啊，他们是倡导环境议题的，环保很重要。像我有看到，这是我们的绿蜥龟吗？还是海龟？绿蜥龟啊，就是我们绿岛的绿蜥龟，对不对？不是绿岛啊，没有，不是绿岛，我乱讲话，没关系，我们台湾也有绿蜥龟啊，是不是？小琉球也有绿蜥龟嘛。那只要是倡导和平，大家记得频道观众爱护和平，倡导环保。拜拜，这是我们第三个摊位，再来是毛孩哦，真的是鱼儿家里有毛小孩啊，是一只可爱的冰室猫。那他们这边其实有做一些手作，你们可以看一下，因为其实前面还有一些观众啊，就是有在这边逛，所以我们不要去打扰人家，我们就是在后面看一下。那它里面其实有一些手作的，可以支持一下他们。家里有养毛小孩的，记得哦，有很多公益团体都是在唱的。他们旁边还有看一只可爱的雪娃娃，那不是熊，那是狗狗。OK， 那我们去第四个摊位，我们不要打扰人家了。好，频道观众，那鱼儿现在来到了第四个摊位，不过人好多，鱼要怎么进去呢？频道观众，哇哦，你们可以看一下鱼儿现在后面的摊位是台中的性别茶水间。那他们主要也是，当然就是这一次彩虹的主题啦，他要写水洗占卜。哎，这个好特别哦，叫做水洗占卜。不过鱼儿为了人身安全没有带钱出来，我怕我的水洗会糟蹋了人家，所以我们不要去打扰人家。好，那我们第四个摊位过了，再来是第五个摊位，是我们的私密保养。还好啦，鱼儿平常有在做保养，不需要再做私密的保养。好，那我们第六个摊位他已经打烊了，就是做筛检的吧。再来是我们第七个摊位，鱼儿来到了桃园的彩虹野餐推广团队。那他们是一个推广的团队，鱼儿的话就去第八间，我们的行觉。行觉不知道在做什么，鱼儿觉得名字取得好特别哦。好啊，频道的观众你们可以看一下，42号是行觉，他们是卖一些算是彩虹周边的明信片啊，还是一些周边的一些别针。还有鱼有看到一个很特别觉得很厉害的，不过为了人身安全，鱼儿竟然没有带钱出来。好，待会如果有回车上我们再去拿吧。那边有看到一个算是小吊饰吧，你没有看到吗？在那个女生的手旁边。那大家都是在挑选自己中意的明信片。好，为了你们，鱼也可以等候，频道的观众耐心等待，我们待会看一下鱼儿中意的那个吊饰，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它有什么特别的。哦，我觉得老板娘他们好用心哦，他们就是在旁边还有标记那个价位是多少。比较特别，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东西，鱼也给频道的观众看一下，鱼也真的是好喜欢那个东西，觉得超可爱的，就是这个，我可以拿起来吗？谢谢。鱼也看到的是这个，在直播吗？
啊，我是频，我是那个 YouTuber。那频道观众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愉悦刚刚看到，我觉得很 special。你有看到上面吗？钻石是做彩虹的，而且它是一个别针。我相信国高中甚至是我们出社会的人，包包都想要别一个那个，可以来这边搞关。42号是行爵。好，愉悦去第九间，我们的第二专场，他也是做占卜。刚刚那边有一个水洗占卜的，我觉得哇哦。我们看一下这边人潮其实蛮多的耶，频道的观众，频道的观众，莫错过，莫错过，这边后面很多人，而且是很像要先预约的样子吧，哇塞，好，我们就不要打扰人家占卜，我们赶快去到我们的第十间，刚刚我们已经走过42号了，频道的观众 L 五，今天大爷不在。愉悦就来乱逛一下，那因为其实人潮大家都是逆方向的，因为我刚刚发现50号往回走是一个蛮奇特的状态，这边是红楼，那他们也是主要是卖一些比较私密的周边的商品，那他们其实有一些商品真的还蛮特别，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研发的卫生套的品牌，这是比较私密保养的东西，可以来支持一下这边。好，来到愉悦的频道，我们就继续为大家看一下我们第11间亲子共学。亲子共学应该是倡导一些给小朋友看的周边的东西。哦，它是台湾的法人，台湾亲子共学教育促进会。那他就是倡导小朋友，就是从小呢，就是有一些教育这样子。摊位，我们看一下第二区的摊位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好，频道的观众，我们现在就是要走下那一区。那其实越下午人潮越多，那因为他们这个彩虹游行的活动应该是进行到下午大概4-5点的时候，那我们待会的话就是要到第二区的摊位那边逛，那我们一样是要顺向的方向，我们不要跟着人潮逆向。好，那愉悦就带大家走另外一区我们彩虹游行的摊位的动线咯，那各位的话我们就出发咯。那愉悦刚刚也是有走这一区啦，不过因为不想要跟大家就是人挤人起冲突，我们就是一样走草皮的部分，我们前往我们比较顺向的摊位的部分。那它摊位的动线我们刚刚那一区已经逛过了，我们这一次要走不一样的区域，那我们先绕个方向从外围走过去好了。那鱼园呢其实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有蛮多人其实都很热情的。哎，嗨 ，hello， 哇，真的今天遇到好多朋友，哇，你好，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阿文。阿文，阿文，东西要拿。阿文，你没有袋子吗？没关系，我这样拿就好。哇，你看。我知道你在直播。对，就是节目。阿文。记得要订阅频道，然后你也会入镜，对，搜寻愉悦就有了。OK， 阿文，希望你今天玩得愉快。你今天是跟朋友一起来？没有啊，跟我弟啊，他去走，他被他的朋友拉下去走。好，跟他朋友下去走。这个手握得很紧。那你们要下去走吗？我已经走了好几圈了。没有说你们下跟着下去走游行，然后。已经在走了吗？对啊。好，大家都已经在走了。那愉悦刚刚休息太久了。OK， 拜拜。哇，那愉悦今天真的是遇到了超多朋友，大家说游行已经要开始走了，那愉悦就是掏假包从这边开始走。好，既然来了就是要来播一下我们游行的队伍啦。好，频道观众，现在听说游行的队伍已经要开始走了，那大家拭目以待哦。这一次台中场，对不起对不起，哈哈，人家在拍照。好，那愉悦就带大家走一下我们这一次台中场的游行的队伍。不过鱼也真的是休息太久了，我们赶快，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赶快出发。
好，那频道观众鱼也给人家插队，从这边开始走。我们刚刚是去上厕所上太久了，大家都已经开始动了。好，那一个礼拜前鱼有参加了台北场了，那这一次台中场也超多人，去年是20000多，今年应该有望突破30000。好，频道观众，我们现在是停在这边，大家应该是在等红绿灯。Hello， 在拍频道影片啊。嗨，我们的阿 Ken 哥 ，Hello， 我们认识很久，我们今天算是第一次真的有聊到天，有打过羽球。有打过羽毛球。你坐在我们右边，对不对？你穿那样我不认得，你还要认出我们？加搞，小莫在这啊。今天巧遇超多人的，有些还是我们圈内的网红级的人物。好，那鱼儿现在就是，天空好像有点在低雨了，不过大家的热情依然不减，我们就赶快出发吧。红绿灯真的是。会比较久一点。那我们的 partner 他们到底是有没有找到我们啊？好啊，都怪鱼耶，上厕所上太久。大家都超热闹的。台中场真的是鱼耶第一次参加啦，不过台北场的人潮绝对是不会输台中的哦，因为是主场。那台中。愉悦的故乡，走，路线开始动了，满心的期待。虽然参加很多次，不过每次都是很心动的。那要过马路，因为有很多的爱心的公益的人员，就是有在指挥交通。我们一样要遵守交通的规则，就算是在参加游行，我们也是一样，不要脱队。那你可以看人车都挤在一起了，这就是台中场的动性的那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奇特的地方啦。好，那大家都是奇装异服，你看前面有一位帅哥还披那个彩虹披风。好，频道观众鱼儿终于是过来了，不过他们彩虹的动性应该是走另外一边，所以我们应该是跟人潮走，就不会走丢了。好，大家就是拭目以待，我们看等一下是不是有很多的亲家和别人又会相认。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彩虹游行特别，就是有些可能平常在网络上看得到的朋友，突然就是会在今天都现踪影。对，有一些总驾领今天也都会出来，哇，这就是彩虹游行最特别的地方。那鱼儿就是跟着人潮走，那我们待会就是会看到我们的 partner 以及我们的朋友他们，我们再做一个相认哦。我们的 partner 是不是都失踪了？绿灯底下，有没有看到？他跑太快了吧？刚刚说要去逛第二区的摊位，结果我们来不及休息太久，大家都已经是要走游戏。我们两天那个失控的机会了。大家跟人潮走，就是都蛮安全的。这个是很好的选择啊！喝太大口了吗？啊、没了。我要找豆芽趁酒。没关系，还有还没调。好，我们六跟紧紧跟着六，紧紧跟着六。好，那鱼儿现在已经是走到了民主路这个路口这边了，他应该是会绕一圈回到我们台中火车站这边。那因为今天大家都是超嗨、超热闹。所以我们今天跟着游行的队伍走，完全不会走丢。那我们就 Let's go 咯，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咯。大家就是都有一致的方向，就是要走柏油路，不能走行人道，因为那边是给一般的民众经过的。那频道的观众，如果你改次要参加我们彩虹游行台中场的话，记得要遵守指挥交通的规定哦。那其实频道的观众其实都可以隐约看到，我们前面其实有蛮多人都是盛装打扮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族群的分别。你说同志是一个族群的，不过还有一些小细分的部分。那我觉得台中场跟台北场的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因为他们没有画一个围篱，可能就是给同志走的，那我们就是直接大辣辣的走在柏油路，这就是台中场跟台北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当然大家都是蛮遵守交通规矩的。那边的话其实都是有一些，今天看起来比较瘦，今天看起来像脱水。我们默默的混进了人家的族群，等等，为什么会有推车插进来？所以我们赶快走出来。那鱼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主场，那像是你可以看到后面其实这边的话，他们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族的族群，还蛮特别的吧。那大家都是盛装打扮，我们刚刚是走柏油路，不过因为公车还是会跟我们挤在一起，我们只好走这个行人道的部分了。那因为大家都是盛装打扮来参加，安全当然是最重要啊。如果公车跟我们挤在一起的话，真的是公车会赢啊，我觉得，所以还是不要做一个人车的冲突。好，频道的观众，那我们就是继续出发了。我觉得公车司机应该也是觉得很无奈，因为大家就是人车挤在一起，真的超危险。我觉得公车司机算是一个蛮理性的，他就让大家就是有一个可以走的路道。好，频道观众，我们继续出发。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民主路，来到台中路路口。那他这个台中游行的路线，鱼儿是第一次参加。好，那安全真的是第一啊，我们就是要注意一下身后还有前面，左顾右盼看一下我们人车的部分是不是有冲突。那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台中路这个路口，约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现在是大家都是停在这边，应该是在等红绿灯之类的吧。因为游行队伍，你们可以看一下，约给大家看一下，大家都是在台中路路口这边做一个停止。好，约带大家继续走。频道观众，你们应该也算是第一次看到鱼也有播这个台中彩虹游行的路线。那我们的亲家后边，因为其实他们今好，那鱼约带大家一起去走。我们现在游行队伍哦，所以鱼约说真的是要注意安全。前面这边就真的有出一些车祸了。那频道观众真的是有来参加的话，真的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游行队伍前面已经有一段已经开始走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有出车祸，所以大家都是非常的安分，遵守交通规矩。好，那约大家去走喽。那我们就随着队伍出发喽，约带大家去逛一下我们这次游行的路线。那刚刚大家都是走柏油路，那不得不因为这边的话有人行道，我们不要人车起冲突，所以我们随时就是一定要好，那我们就开始出发咯，约带大家一起去走前面的部分。那现在大家都是在这边等，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路线的话其实规划的算还可以了。
约走了那么久，刚刚稍微有休息一下，不然这一次路线的话应该就不走了。还好刚刚有先喝口水喘息一下。哇，大家都是天热口水，天热口渴，都是真想在这边排队，很 special 的造型。那鱼爷带大家就是在走前面一点，鱼爷真的很荣幸这一次可以跟随我们台中彩虹游行的队伍一起走。那大家都是蛮遵守交通规矩的，而且你可以看到他们旗帜啊，其实都是有写，像那边有写一些教会啊、旗帜之类的。可是得到这个鱼彩，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是要的，就是让大家的赛场。可是你会觉得说，反正你出去这样，我们要过去啊，太缺钱了，你要过去。其实不是说辛苦，健身是吗？健身好，那鱼爷跟大家说，现在前面这边的话，我们是稍微做停滞，是因为有在等红绿灯，所以稍微停有一点久。我们前面还是有巧遇一些，鬼灭之刃的炭治郎在我们前面。好，鱼爷带大家继续走，我们这个已经到了民权路的路口了。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是已经走到民权路这边，那鱼爷要带大家去走下一个路线。果然鱼爷没有大包小包的，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待会儿就是往前走，那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多人啊，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台中的翘会的旗帜在我们的前方。对，那鱼爷跟大家说一下，每一次游行其实都是会有不同支持的队伍，然后走在不同的人潮里面，那他们就是代表着支持我们这一次彩虹游行的赞助商。好，那因为鱼爷真的是太热，走在队伍里面真的是会被热爆。那我们就稍微喘息一下，我们走这个骑楼的部分。好，频道的观众，我们待会就是要回到我们队伍里面，不过因为现在人潮真的是稍微有点停滞不前的状况，那跟着人潮走，然后或者是自己走，都是有自己的风格，我们没有一定是要跟着队伍停滞不前往前走之类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旗帜，像是婚姻平权的旗帜啊，有没有？那边有写亚洲婚姻平权的旗帜，还有我们台中同志的旗帜，它是游行联盟的旗帜哦，都是蛮 special。那鱼爷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人潮其实真的蛮壮观的，你们可以看一下。刚刚后半段只是一些人，前半段更多人，然后大家都是盛装打扮，所以。哇、wow, 所以你们这一次真的是大饱眼福，我们台中彩虹游行。好，那鱼爷再往前走一点，我们可以到前方有一个台中的旗帜，那因为人潮真的是超多，估计应该是会突破3万。今年真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都没有出国，想说有一个比较热闹的活动，大家都是会来参加。那你们可以看到鱼爷现在是在民权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那前方的队伍都已经往前了，那我们稍后的话也是会跟上队伍，不过队伍的话其实都是有遵守交通规矩，那我们就是按部就班的跟着人潮走就对了。好，那鱼爷现在就是虽然有看到那个秒数已经跑了，但是我们不冲，我们跟随这后面的队伍一起走吧。
那鱼儿今天是没有跟大爷一起出来，所以难得自己出来晃晃。那团队的话今天没有跟，当然就是比较自由的状态咯。想要跟大家一起过马路的，其实跟随鱼儿的脚步 Let's go， 我们待会跟上前面的路线。今天天空算是作美了，没有下小雨，而且没有大太阳，所以大家都没有擦防晒。虽然阴天紫外线听说还是很强，不过没有关系。大路口就是这样，人比车多，稍微等待。估计应该是会走到下午的四五点。那刚刚我们有遇到很多人，其实他们都是携家带眷的，甚至是揪亲朋好友来。那因为刚刚我的 partner 他们始终都找不到我在哪里跑，如果待会有巧遇，那就是来一个大合体啦。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那边，那边其实有些摄影师已经在 stand by，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大路口走过去之后会有很多奇装异服，其实都是可以拍摄到。那鱼耶等于说就是要往前走。好啦，今天装扮算是还不错吧，水手服啊。我们现在给人家偷跑了，那个义工们说不要再跑了，因为等下有右转车。好，终于可以过去了。那鱼耶带大家快步赶快走咯。那我们待会就是要往前走到那一个队伍那边去咯。 Let's go， 跟着鱼脚步，频道观众 Let's go， 我们快步跑了。那你可以看到鱼现在前面这边空无一人，鱼没办法，因为队伍是在后面。那鱼要跟着大家一起走向前面那一个队伍。你可以看队伍其实拖很长，因为每个路口都有一个红绿灯，那我们其实都是要注意安全。好，频道的观众，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往前走了。Let's go， 跟着鱼儿的脚步。那鱼儿呢？本身其实不太爱走路啦。那为了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游行的队伍走完。那现在只剩下倒数的9、8、7、6、5。好，频道的观众，这个是很危险的动作，不要跟着鱼儿模仿哦，因为现在今天是台中彩虹游行。好，那我们稍微跟在前方队伍的尾端了。不行不行，这个一定要瞧好一下。那频道的观众，我们现在是要跟上我们 partner 他们的脚步，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在前方了。好啦，频道的观众，鱼儿现在已经走到我们台中火车站，我们终于走完全程了。耶、yeah, ！记得连半程都没走完，那是你不是我，好吗？不要把我拖下水。哟，各位频道的观众，鱼儿刚刚是有说要去我们侧边那边的摊位，那一定要去啦，对不对？虽然刚刚鱼儿休息很久了，那不过拭目以待，我们等一下侧边的摊位有什么？那我们今天特别嘉宾现在真的是比我还要累，在休息。先不要说他干嘛，因为他在做所有同志都会做的事情，就先。稍后再跟他有互动。哥，那我要先过去了，你找得到我？确定？不行，我这样我很没有安全感。也没有啦，不需要安全感，走。Let's go， 预约出发。那我们就去旁边那边的摊位看一下，今天这边的摊位是不是又比那一排的摊位还要精彩。那频道的观众话不多说，我们 Let's go 咯。好啊，鱼儿真的是很兴奋，因为今年真的是第一年参加台中的彩虹游行。那刚刚我们是有休息片刻，然后先要去拍，不行，我们一定要去护驾一下，不然等下他那么忙。我们特别来宾真的是比频道组还要忙，那我们去看一下我们侧边的摊位有什么，靠近我们车道的摊位。哎呦，你的菜，你的菜，背那个背包那个，那里背那个背包，然后红色衣服前面，扇着扇子，红色衣服前面背着背包，超帅。
哦，不行，我们频道继续，我们不可以再看帅哥。好啦，去看一下。喂，我哥现在有看到一个，真的是他的菜。他等下看到之后，他会很兴奋。好啦，频道观众，我们现在就是等我们的特别来宾。怎么了？走了吗？上去了。哪里帅了？不帅吗？比你刚刚滑手机那个还丑吗？也不丑啊，不是我菜。哦，那不是你的菜，所以你喜欢滑手机，然后看，有点。好，好，我失误，那我们频道继续，我们先不要管有什么帅哥了 ，B， 这个 B 太久了。摊位你应该还没逛吧？没有。哦，那由我带领你去逛一下摊位，这边我逛过了，不要再逛了，我跟你讲，逛一个摊位就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你知道每个摊位都要浪费一二十分钟。那鱼爷带大家去逛一下那个我们靠近，怎么了？哦，你在等我开路是不是？好了，我开路。鱼爷带大家去逛一下我们另外一区的，怎么的了？不是 YouTube 吗？我们去逛一下侧边的摊位喽。要约，今天真的要约。你怎么开到我频道？遇到我朋友了。哎嗨。哎、欸，我们刚刚是巧遇的帅哥，蓝色衣服的情侣。没有。Hello， 这是我频道。Hello， 今天大家都是很满心期待的，而且大家都大饱眼福。那我们赶快去播一下我们这一次侧边的摊位有什么好吗？不过这边的话就是逆向，我们从顺向的开始播。那鱼爷又要走我们的小路绕过去喽。我们要顺着路的方向，这样频道的观众看到的话，你们才不会觉得哎，母傻傻把猪肉怎样被泡在尾。好，频道观众，鱼爷加快脚步，我们赶快前进我们的另外一边的摊位区。那鱼爷的帽子有一点小小的掉落，我们把它瞧一下。我要唱歌给外国人听。你要唱什么歌？你要唱什么歌？我唱。你不要这样子。我们特别嘉宾现在比我还要忙，那鱼爷就是一定要带大家去逛一下我们这一区的摊位。Hello， 你好，我有看过你，有 FB 很红。你不要这样子说。永远的保鲜期，我们的帅哥 ，Hello， 频道的观众，这是我们圈内的网红帅哥，看脸就知道了，比月还要帅，真的，嘿嘿嘿，哎，排球少片后吗？没有，我是在排球的，他就是小荧幕爸爸，哈哈哈哈哈，也可以，也可以，是小荧幕好朋友，对。Together, we are family. 是在录影吗？啊，频道，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们。Discovery, yes, Discovery. 不要啦，不要，这不是 Discovery。漏掉，漏掉。这里，哇，这个已经是限制级频道了。真的吗？没有了，开玩笑。这是彩虹频道吗？没有啦，我们这是普遍起程。你到哪里有普遍起啊？今天都没看。可以啊，可以露内裤啊。这红色的，我是要打牌。很想看。我是要打牌。我们现在变成午夜场了。那鱼爷是不是要来抚摸一下？不是啦。先不要，先不要。我们走错路线了。没有，这回是你要问。我想要加入这个 party， 我们不要去逛那个摊位了，我们光聊那个性爱应该就可以聊了，对不对？喂，太开放了，太开放了。好啦，我们待会就是要到我们侧边这个摊位区，我们刚刚还没有逛过，频道观众都等迫不及待了，鱼已经发疯了，已经醉了，没有了，都是他爱喝，不是我在喝。他刚刚还灌我酒，你看，真的是特别来宾，到底是什么了？我上床了。
嘉义啊，大家都要去耶。我嘉义啊，走啊。今天有变装秀。今天不就看女神下午茶在那边反唱，就是看女神下午茶这样子。他们今天要喊，那个是跟今天女神下午茶喊。天哪，我们不是都这样吗？哎，不是，哎，这个好到位。一定要啊。可以，可以，对不对？订包厢够大吗？天哪，我订15-20吧。哎，哇哦。那你要叫我来哦，说我要去哦，好吧，等你们来啊。我要看你们发疯。他根本就不会疯啊，他跟他男朋友去。不好说，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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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哈哈哈哈。警报响起，拜拜，拜拜。还好，那鱼圆现在要抄小路，我们要过去我们的摊位去看一下到底有什么。虽然我觉得大同小异啊，因为不是卖周边商品。怎么了？你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没事，没事。好啊，我觉得露脸也不错，真的是很帮我们频道加分。加分。你可不可以做一些比较？订阅、分享、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以为你要他订阅，让他赚钱。哦，没有赚钱也没关系，为了你们，我什么都愿意。要、啊、不是、啊，好了，频道的观众，我们现在就是到我们前排那边，顺着摊位的动线做一下播放的动作咯。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侧边的摊位有什么特别。其实鱼月刚稍微看过去，我觉得有比较特别的就几间，像有调酒的，这个我很喜欢，你要不要喝？你要买给我喝啊？你要啊？对，我有带钱，可以呀、啊，来呀、啊，都来了，还不买给你喝？这带钱出来了，是不是？效果节目。我跟你说，鱼月刚是拿那个什么？Net 的白色的什么暖手提包啦，现在不是，现在是拿那个 Jordan 包，没有帮 Jordan 打广告，他已经很红了。是，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一定要去播一下我们这个动线的摊位喽。Let's go。他差点跌倒。鱼月就跟大家过来这边，你看250，我们就可以喝到我们的。那个我不会念没关系，反正它就是一种调节。它这个摊位很特别，它叫做公之摩擦，然后什么 Basco 台北，我应该念对吧？我不知道这幅什么。好了，没关系，没关系。频道观众，你们的英文程度都比语言好，那这个摊位，我们就为。各位观众做一个小小的开箱好了，你看他们这里还有卖这个耶，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我会帮你们打马赛克，不过它的造型真的好 cute 哦，频道观众，你们这个都是统一的价格吗？对，帮着按赞的话就折50，哇，就是变200块。各位频道观众，你们看这个超可惜的耶。你们摊位叫什么？我们是不寂寞跟把手。那我刚念对了，就台北耶！频道观众听到了没有？如果你们有在游行这边看到的话，记得要来捧场。那他说按赞打卡就折50块。OK。你要什么？我要这个看起来很好喝。你要什么颜色的机器吸管呢？哦，好害羞哦。我觉得你适合蓝色。我要两个吸管，加吸管要加钱吗？不用。哇，那就来个两只，谢谢。哎，我们的特别来宾已经到旁边跟帅哥。特别来宾。对，我以为你要拿那个耶。谢谢啦，那我先付钱好不好？我没有付钱，你拿着那一杯我们不能喝啊，谢谢。你看，因为付钱还有小帮手哎。这什么东西？哎，这个是我们的调酒吧。对。这叫什么？那我们等一下按赞一下啊，哥，你要不要按赞打卡一下？好、oh, yeah, ，看一下我。你要看一下上面吸管的造型。有。鱼一定要来喝一下，一人喝一下，一人喝一下。啊，你不要对着我，我会做出害羞的动作。啊，不是啊。到底谁要喝？我喝啊。先喝。嗯。在找完我喜欢，哎，不是，不任意，嗯，你要修哦，这醉呢，哎，这个，会这个会醉，这个会醉，真的，谢谢你，他们真的好用心啊、哦，哇，谢谢你，拜拜，拜拜，这是我们靠近马路这边第一。
地摊的摊位。那他们这个调酒蛮特别，你看嘛，他们好用心哦，还帮我用一个粉色跟蓝色的吸管。我们特别来宾超忙的，他完全就是来跟帅哥拍照，没有。嗨 ，Hello。我今天频道有好多帅哥哦，你要不要喝一下？不行，我要骑车。啊，他等下要骑车啊，我等下要骑车，你为什么要灌我？他就说他骑车，讲到我坐电车，结果你坐骑车。哦 ，No。应该会久吗？应该会吧。他们今天都要去城堡。我知道你想喝酒，我们今天要去城堡。他们应该是11点吧？我没有要去啦。我跟你说，我今天很忙。我哥，我先去旁边一下哦。走吧，爸爸，我爱你们，好，谢谢，拜拜拜拜。频道观众，我们刚刚第一摊那边，我们已经有去喝那个调酒。他的名字叫台北，但却没有在台北办，为什么？我不懂哎。哎，还有手工的冰淇淋，你有看到你喜欢的类型？他默默跑掉了。哎呀！哇！那我们后面这个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他们是台湾同志运动发展协会的。那约喝的这个微醺的调酒，哎，频道里面可以喝酒吗？当然可以呀，因为它就是一种类似饮料的，有酒精成分的调酒。啊，不好吃摊，调那个也太浓了吧？很浓哎，后面有看到吗？哇，它那个手做的小物。多肉废物，频道的观众今天是看到很多的那个周边小物，其实大部分都是彩虹造型的小物。我们特别来宾比我还要好动哎，我天哪！不用了，不用拿钱了。哦，你有时薪吗？你不是特别来宾吗？还有时薪？特别来宾没酒。有在这里，那、因为很多人，我们就稍微 run 过。那这一摊，哇，这一摊的话是古蛇的面具耶，哎，你们看一下，它是统一价格，古蛇面具。对，你们这个怎么卖？一个100块。哇，100块就一个，超便宜。我觉得这个好漂亮哦。对，那个200块，大一点吧，面积大一点。真的。对。而且这是圈子最流行的。圈子最流行。那你们还有帮忙手编对不对？帮那个对，在家流苏，在家流苏不用钱。哇，频道观众有听到吗？加流苏不用钱呢，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面具，然后加旁边这个流苏，流苏就是这个，对，然后它上面有写几百块，可是比较漂亮的那个200块，那个200块，嗯，然后这个是200，这个是100的，哦。约跟大家说，如果你们有经过这个摊位，可以来这边捧场一下啊，走吧。Yeah. 好啦，我逛完这边，我们就看一下有什么。谁在唱歌啊？好难听。他是明星吗？好啦，那我们今天频道就到这边啦，如果你喜欢，就订阅鱼约的频道，按赞、按赞及分享，谢谢大家。